申请相承的还礼。朱厚熹到朱公，在民间信仰上称伊为文财神，又因伊精通道学，故又称之为道财神。还礼是春秋末年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经济学家以及道家学者，而伊与西施之间的情爱故事，却让后人津津乐道。伊的前半生投入政治，帮助越王勾践复国；后半生替运民间，经商有成后，是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商人。虽是出身贫困之家，由于博学多才，精通地产理财之道，三次经商成为巨富，发有三次布施善财。还礼一生命运乖舛，起伏跌宕，世间的冷暖滋味，请看伊如何巧看人生。众神在民间，故事代代传。欢迎收看《风神榜神之传说》，文财神还礼故事。顶一集咱讲到，还礼家己走去楚国济南城佚佗，伫遐看介一路女子是大师徒的千金。还礼一路对到大师徒的府上，伫围墙的外口探头探脑。被大师徒的囝发现，无想到两个人就起冲突。范蠡为着要逃命，失手害死师徒家的两名家丁，被送去衙门的死牢等候审判。范蠡已经知影范蠡出代志啊，爱范氏去将二兄带回来。范蠡不是嫌疑范顿的能力。只不过这段日子，凡是处事的能力成熟未少，是会当交付重任的人。范蠡亲笔写批，请求曾生出面来帮忙，救了个囝范蠡的性命。范顿相当自责，无将二弟范蠡教好，便找母亲张春参详。范顿说。阿爹亲像无将我这个长子看在眼内，难道我遐尼软弱吗？还是我做事让伊不能放心呢？母亲张春说：“恁爹绝对不是这个意思，恁爹已经讲得真明白，将来范家需要靠你，所以才会让失礼惊这一抓。恁爹用心良苦，难道你不能理解吗？”范顿说。阿爹讲的是歪理，如果阿爹唔让我去，那我就死在伊的面前，让伊知影我的胆量有偌大。母亲大声斥责说：“戆囡仔，哪有用死来压迫家己的爸母？这算倒一门的胆量啊！简直是胡乱闹。”范顿辩解说：“唔是我胡乱闹，是阿爹老糊涂了。”三弟反笑。也年轻，伊有大好的前程，伊毋是在跟阿爹合作生意吗？万一伊有啥物不测，那范家的产业，啥物人来继承呢？阿爹是上笑我只会晓做粗重事，去楚国这一抓也无轻松啊。当然，由我去比较较适合，更何况我有学武功，我会当保护我家己。阿爹应该放心，让我去接到啊。张春熬未过范顿，只好答应伊的请求。范蠡写好批信之后，准备要交予范氏。张春对范蠡说：“范林，我看吼，也是由顿离去吧。伊说得有理。伊还佫讲，范顿问说，伊遐说甚物？”蒋春支支吾吾地说：“伊讲如果不让伊去，伊就要死在咱的面前。”范蠡怒斥，骂了一声：“臭小囝，竟然用死来威胁我！简直你把我气死！”西施安抚范蠡的情绪，劝范蠡说：“难得囡仔有心，寡人应该感激
欣慰，何必爱动怒呢？顿时是中主，伊勇于担起担当，这是伊身为中主责无旁贷的任务，怎样可以让最细汉的小弟去承担呢？这实在是讲不过去，也有违常理啊！既然顿时执意要去，就让伊去吧，不然让伊待在家内，伊怎样能安心呢？范蠡接受张春甲西施的苛刻，就无搁再坚持家己的意见，答应了范蠡行这撮。范蠡将批交予范蠡，也另外准备一马车的银两。伊交代范蠡，千万唔通唔甘，就算是爱倾家荡产，用掉全部的家产，也要救范蠡的性命，平安将人甲带回来。范蠡知影父亲的担忧，但是钱爱用，马爱用伫刀啊嘴顶悬，袂使白白来浪费。有一挂官员看到钱，目睭就滴大泪，揢钱阁唔办代志。若是碰到这款的人，也是爱较谨慎的。有一句话说，用钱能解决的事，拢唔是大事，但是杀人爱偿命。这就是钱袂当解决的大事。范蠡带了一马车的银两，范蠡实在袂放心，也加派了六位下武功的家丁，护着人以钱财的安全。范蠡为了安全起见，不停地赶路，因路只小坐短暂的休息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楚国。范蠡竟然用了八日的时间，就到达了楚国的济南城。范蠡探听到了庄生住的所在，范蠡来到了庄生的住所，是一间用茅草盖的房屋，内面相当的简陋。范蠡恭敬地将书信递给庄生，尊称伊一声庄爷爷，真无味来打扰你。我是范蠡的长子范蠡。我这搭有一封批信，请你过目。庄生一时想不起来范蠡是虾米人，但是看过批信之后，过去的一切记忆就全部回想起来了。庄生向范蠡说：“你明天就可以回去了。”范蠡未了解庄爷爷话中的意思，心急问说：“这事情还未解决，我怎样能回去呢？”庄生说：“老夫的设法，让你的小弟平平安安回到定都去。至于用什么方法，你就不必过问了。”范蠡恭敬地向庄生说了三声感谢，才离开。范蠡离开之后，庄生对妻子说：“这个银两是我的好友，要救伊囝儿的银两，内面要有不少黄金。”你爱托先藏好，到时候爱原封不动还给伊。你帮我准备一挂零用钱，我明天一早用会着。第二日的早朝，庄生去见楚惠王。楚惠王见到先王的老师驾到，赶紧肃坐，唔敢怠慢。庄生开口对楚惠王说：“老臣知影，大王日理万机，恐怕无暇去观测到星象。今日老臣看到星象的变化，将对我楚国不利，因此特地来向大王禀奏啊。”楚惠王紧张问说：“先生可有解决的妙方？”庄生说：“有道是一身破千载，而这一身爱足够得意。”轮得百姓，才会有破灾祸的功效。楚惠王又问：“要如何做呢？”先生直说无妨啊。庄生说：“唯有大侠才能够化解啊。”楚惠王一听到先生的建议，赶紧颁布大侠命令，昭告全国。这下范蠡有救了。范蠡担心这么多钱退出去，交给这位庄生老爷爷，他虽然答应会救范蠡出来，
但是越想越不对，敢会照沉大海呢？一旁的家丁小落住说：“大少爷，我看曾老爷爷伊一副得过梦中的模样，一定有办法将李少爷平安救出来。我看应该是无问题，咱就回去等消息吧。”桓敦未放心，决定留在济南城内等候消息。随后找了一间客栈，就暂时住了下来。两日之后，客栈店小二跟人客在开讲，亲像在传言什么重要消息。桓敦好奇就问店小二：“请问小二哥，我看大家好亲像在谈论什么惊天动地的消息，这到底你谈什么啦？”店小二说：“这可是一件大事啊！阮国家要大赦了，街路上拢已经在传说呢。”文财神范蠡和比干都是读书人喜欢祭拜的财神爷。文财神教导信众要诚实守信，待人要公平，要做到己利利人，己达达人，也就是佛教所说的自利利他，自度度人的精神。在社会上要有所成就，是需要靠众人来相挺，这样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。乐于布施，否极泰来，你若运开，财神自来。请扶持《封神榜神的传说》节目制作，划拨账号4227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桓敦听到国家要大赦犯人的消息，心肝内真欢喜，就表示犯人会当被释放、平安出来。但是安尼讲来，我遐个钱唔就是白白送予人个吗？曾先收下一笔车的银两，是毋是应该去讨回来呢？桓敦想想个，安尼嘛唔对，这个钱就是准备要予伊个，帮忙去救犯人个钱。本来就无打算要退回来，如果我若去讨这笔钱，予阿爹知影，伊一定会无欢喜。有一句话讲：财去人安乐。只要犯人会当平安回来，开一点仔钱嘛是有价值的。桓敦认为做人爱知影感恩，不管是毋是曾先出手来相救，伊拢应该爱亲自向伊讲一声多谢。这是做人应该爱有的礼貌。曾先看到楚惠王下令大赦，内心感激宽慰，赞许楚惠王实行德政，未来国家会更加昌盛。曾先返回府中的时，看到桓敦已经来到家门口，就对桓敦说：“我不是爱你回去等候消息吗？你怎样也在这带？”桓敦说：“我是来登门多谢的。曾爷爷出面相救，阮兜里地才能平安获得释放。你的大恩大德，阮桓家不弃难忘。”曾兴笑笑说：“不用言谢，既然你来了，你就将那车银两甲黄金拢带回去吧。”桓敦说：“这万万输不得啊！相信阮爹。”伊也是未收回的，你若是将钱原封不动退还给我，我要安怎向家父交代呢？曾兴说：“你现在唔带回去，日后我也是会托人护送回去。”桓敦听了曾兴这样说，就赶紧回话说：“曾爷爷，你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带回去就好了。”桓敦提了钱，便向曾兴道谢，就以小绿子离开了。小绿子说：“早知影会安尼，就唔免送遮尼济钱来，即卖又搁爱带回去。”桓敦说：“或许曾爷爷认为送钱来请伊帮忙，对伊是一种的侮辱，所以才会将钱退还给咱。”小绿子不解地说：“大少爷，你无感觉奇怪吗？为什么突然间会公告大赦？这大赦总该爱有理由吧？这才几日的代志啊，就突然……”桓敦也觉得奇怪，心内在想：“
但都是与众生有关。凡的藏在心中的疑问，却不敢问众生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众生愈想愈生气，因为凡顿的行为伤过侮辱人啊！凡顿登门得车的行为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是讲你已经收了我的钱，今嘛代志已经办成啊！我借由得车的行为来表示双方完成交易，大家从此互相无相欠的意思了吗？众生已经将钱退还给凡顿。也就表示他不是会被钱收买的人。隔天庄生求见楚惠王，对他说在大社的名单里面有一个是富商道主公的二公主。现在朝廷大臣议论纷纷，说大王买大社的原因是商人用钱买通朝中大臣的关系，为着要威望大王的名声，老臣建议先处决富商的囝，才来宣布大赦。正当樊顿欢喜摕到钱之后，准备要大肆庆祝的时候，家丁小乐子向公为家乡召回客栈，气喘片片地说：“唔好了，代志唔好了。”樊顿觉得莫名其妙。好端端的怎样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呢？就对小乐子说：“有话慢慢啊讲，看你一副紧张的模样。”小乐子吞了一口气说：“家乡正式打出公告，顶面写着要先处决一名的罪犯了后，才要实施大赦。”樊顿心想：“要被处决的难道是樊仪吗？”樊顿激动。在问小乐子说：“有讲清楚是啥人要被处死吗？”小乐子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听说要被处死的正是咱家的李少爷。”樊顿一脚床坐在椅仔顶，小乐子惊慌地说：“大少爷，卖阁发呆了，赶紧想办法救救李少爷。”樊顿说：“行。”咱现在就来去找庄爷爷。小乐子说：“来不及了，听说李少爷已经被阿翁刑掉了。”樊顿不管遐尼济，也是骑着马快速赶往庄生的府上。到了庄生的家门口，只看到门串顶留有一支的竹竿，上面写着“刑掉相见”。樊顿觉得大事不妙。他就快要赶往刑场去。自从樊顿离开厝前往楚国，从春每日拢在祈祷樊仪能够平安回来。但是日子一日日的过去，已经有28日了，仍然见未到樊顿的影子。从春茶不思，饭不想，规个人拢散了一大日。西施劝江春加减食一点啊，才有体力支撑。若无的话，是会接出病来。樊顿的妻子捧来的饭菜，准备送到薄薄江春的房内。对着全身无力倒伫床上的江春说：“薄薄，你已经过六日拢无食物件咯，我搁了一碗糜，加减你啉一点啊吧。”江春咳了几声说：“我吃不下去，捧出去吧。”大媳妇说：“要那无，我饲你饮几嘴啊糜。你这样下去，那是离职顿了。伊看到你病倒了，伊可是会心疼。”江春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唉，那是会当顿来呀，早就顿来了。现在连遁离拢无消息，我看呢，凶多吉少吧。”江春真担心囝的安危，伊伫厝日夜等，年夜等，等到的是予伊靠长心肝的消息。樊顿赶到刑场的时阵，樊仪已经执行完死刑啊，连最后一面嘛无看到。
范顿无平安将范爷人带回来，伊带回来是一具冷冰冰的尸体，伊唔知影要安怎向爸母来交代，只好暂时将范爷的遗体安放伫刀器场。范顿答应爸母的代志无做到，即马大家已经知影范爷过身的代志，全家人拢真悲伤，大声痛哭。但是身为父亲的范爷并无好，伊仰头看向天顶，无奈笑出声。伊笑家己教子无方，害将春失去囝，新妇失去红婿，囝变成无老爸。范爷认为这一切拢爱怪伊。故事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。文在寅范爷故事，咱下回再见。看精华，听重点，一起来聊文财神范蠡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佩晨。范蠡的大儿子范顿带着书信还有一车的银子，要去找范蠡的好友庄生。范顿见到了庄生之后，就把书信交给他过目。庄生看过了书信之后，要范顿回家等消息，并且交代妻子这一车的银子要妥善保管，到时候要原封不动的退还。庄生想到一个办法，对楚惠王说星象有变化，可能会影响国家的命运，说服楚惠王要实施大赦，才可以翻转国家的命运。果然楚惠王相信了庄生的说法，准备宣布要大赦时，这时范顿没有回到定陶，留在了济南城。范顿在济南城内听到即将宣布大赦的消息，惊讶的以为弟弟范蠡有救的，便跑去找庄生道谢。庄生见到范顿觉得相当的奇怪，怎么没有回家等消息，继续留在济南城，于是叫范顿把银子全部带走。但是范顿却说银子不用带回去了。范顿对庄生说，银子是用来答谢的，不可能再带回去，庄生必须要收下，但是庄生却坚持不用，范顿只好把银子通通带走。范顿带着银子也没有马上回去，留在济南城逗留。几天后公告又贴出来了，必须要处决一人才可以大赦。被处决的人不是别人，就是范顿的弟弟范蠡。范顿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事情又会来个大逆转呢？连忙赶紧跑去找庄生。庄生家的大门已经生锁，人已经到了刑场，准备见证范蠡被处决。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三分钟聊范蠡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心佛拢献花，玉皇大帝伫天顶，地间诸恶苦众生，众生献花在民间，故事精彩代代传，好请众生来保庇，奉献本上帝神威，众生帝神威，安民观公上界公义气。上心爱拜祭，两手菩萨有两经，文武相传道行拢会通，寒山拾着真好合，亲像白鸡哥白相打。
三太子二路车骑风火轮，伊上解怕，二路骨都大大，欢欢喜喜，啥物拢唔惊。先风爷，上路叠算盘，做做歹伊谁知影？车脚大仙人望山，世间代志搁要定当。想好伊人平安免烦恼，人做地府有阎罗王，若是做歹伊头一个知。人生海海，做人爱实在，方可唔通侥幸来做歹。踏实地球，将心来保庇。